情报！长安出现的这位，并非是真正拉萨系的。无论是谁，休想动我纯阳根基！一个红衣女子，只身一人，却如同杀神。我不明白，为何玉玺的各位掌门都还活着？你这人会不会说话？统领，这是少林主持玄奘。现在除了我们无法解决的事，你来找我说，李统领，请把沈剑心找回来。你甚至不肯叫他一声沈大侠。李统领，听掌门说那天在德月楼，不是你对他怼得最狠吗？我们曾是无人机的发明者，今天我们将再次发明无人机。